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针菇 Mushroom。 今天我们继续读一下植物大战僵尸二，恐龙与奇异森林，植物大逃亡。上啊，捕猎机器人，砰，呜，啊，恐龙被抓住了，黄金玲珑，看你往哪儿跑。哎呦，我们不会让你抓走闪亮的，可恶的植物，放马过来吧，得一个什么劲儿，我也会扔飞镖，刷刷刷，砰，很显然你不会投回旋镖，快让开，否则对你不客气，我是不会让开的。当，干得好，坚果，你真勇敢。我们要去救他们，别去，你打不过那些机器人的。我们应该去找火炬树桩老师，对，他那儿有联系植物镇的设备，可以搬救兵，好主意。擦擦擦，金色的牢笼配黄金玲珑，太棒了，博士，抓到黄金玲珑了。豌豆射手他们把玲珑救走了。臭植物，我要报仇！好像刚才我好像来到过这里，难道我迷路了？冷静，冷静，迷路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先爬到高一点的地方，看看方向再说。这树藤怎么滑溜溜的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森林太恐怖了，可怜我的小坚果。轰隆，这又是什么？轰轰轰，去吧我的小可爱，咔咔，嗡嗡嗡嗡。没想到那个传说是真的，奇异森林里真有恐龙。现在不是研究恐龙的时候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得赶紧联系植物镇。这里没有信号，只能通过我帐篷里的卫星电话联系。啊，救命啊，好可怕，那蜜蜂好大。那不是蜜蜂，是黄蜂。不用怕，黄蜂怕烟熏，我这有烟。轰，哈哈，这下他们肯定跑光光啊。啊，原来他们是机械黄蜂，不怕烟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